在异国他乡，然后见到自己最熟悉的人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。然后至于在场上呢，我们俩都会各自的努力，然后今天能够在场上合体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好。虽然只有短短那么一宿的时间，但我俩也会很珍惜接下来的比赛。我觉得是虽然只是短短的那么一点时间，但是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。就我们能就是说坚持到这个第一场比赛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。然后异国他乡的，然后看到梦姐很激动，就是终于见到了同胞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呢都会各自努力，然后也都默默地祝福对方，然后强联系，对，互相强联系，看看互相帮助，然后加油加油，对，